我们林哥哥，这还有朋友呢。我带了一个小朋友来。你骑着车来的？我家就在旁边。他叫悠悠。哎呀，悠悠。哎呀，出来了。哎呀。 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很哏，我在这儿呢。来，哎，喂，哎，小白，哎，小白，朋友啊，有朋友来了，朋友有点大。其实啊，他在这个院子里啊，跑啊是可以的吧？好久不见，可以的，我就怕他能够吃东西嘛，不是？哦，哎，温柔，温柔，温柔，来来来，小白，小白啊，他是悠悠哈。 悠悠，这小白，哎，你们两个friend啊，friend，我带了好多东西过来。我不是跟你说我老想弄一个室内花园吗？这真的给我惊到了这一点。你把东西放下，我快速整理一下这里。你要整什么？我帮你得了。你不用不用。你们有没有种九层塔？没有。没有哈。嗯。就这个九层塔，你家里一定要种。为什么？因为珊珊爱吃这个。 它的西餐里面是肯定可以，你闻到那味道了吗？一般那个意大利的那个，哎，对，对，披萨或者对对对，有一个罗勒叶。对，你还记得我们那菜地吗？记得。这下种那儿去吗？对。但这个是北方能长得出来吗？能。我好奇这个。现在肯定会有点冷，嗯，有点冷。我这里留两棵干嘛呢？种花盆。嗯，安妮克斯，你跟小西去一趟，认一下那个地方，让他帮我。 提一条一小桶水。好的，可以。你一株放一个盆里啊。一株放一个盆。好，你帮我扶着它哈，应该差不多。来吧。哥，你知道我家那个院子那个蓝山？嗯。完了，那个他重新弄了那个墙嘛。嗯。完了，弄了好多的水泥流下去了。 完了，蓝山下面有三分之一，下面已经枯了，上面段好好的。那个蓝山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前段时间准备弄那花园的时候，我还带着节目组去找，嗯，后来节目组问我说为什么要种这个，我说因为韩庚家有一棵，我不服，我说，<笑>给我气的，我说这怎么整？ 这边是个鸡场。对，养鸡的养了一些鸡，我们地这个前边，之前跟吴燕叔奶奶，嗯，一块种了一些辣椒啊、茄子啊什么。奶奶，您看看这行不行？可以了，哎呦，这个是挖的最好的。好嘞，来，茄子，呀呀，是的，周围的。呀。 他没有活着，他已经感觉不行了。是，他已经干枯了。妈呀！这是什么菜啊？这应该是小辣椒。那咋整？我想想。北京太冷了。哎，这又长了一小颗，看是什么？ 这倒是发芽了，但是真的是冻坏了。对，它已经干透了。天哪！那这些还，你要不要发个信息？真令我难过呀。我问他们怎么办？对，你问问吧，然后拍个照。哎，谢，哎。 这地里的所有的辣椒、茄子全冻坏了，干了。等会儿啊，出事了。你再说一遍，我不敢传达。苏文老师，哎，这地里的所有的茄子、辣椒全都冻坏了，干巴了。干了。都变成干尸了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我的想象力不太好，有图有真相，待会儿你给我发过来看一眼。 小西，保护好作案现场，避免那个尸体移动。他挂了，已经挂了。哦，视频已经，我们就走了两三天都这样了。我的天，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的妈，全死啊！
这个都刮没了，这个不能，千万别给吴彦姝老师知道这事。小心，灯塔先拿回来。行啊，行，听到了，哎，别哭，别哭，没事儿，小心。刚刚说要让我照顾他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不想回去了。个记性。你跟他们说，你说让他们等等我，迟早大家都会见面的，时间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先回来，九层塔别中了。你再中的话还是死。嗯，我觉得这个。拜拜。好脆弱呀，回去吸取教训吧。回来了。哎呦哥，我的哥。他已经碎了。把桶放下。哎，我满心期待的是说浇浇水施施肥，下个礼拜就能吃了。我那天就不应该跟你说由你来负责这菜地。完了又一次打击啊！说完以后就不应该带你去江门。留在这里看菜地就好了。主要问题应该是真的是温差大，对吧？就是你得开一个那个塑料薄膜那样的。是的，有塑料薄膜都应该没事。啊，对，主要我带了好多的东西。好东西。哎呀，这个呢是那个咸鱼肉饼，就是广东菜。太好了，那中午就干它。中午吃这个肉饼，对，中午可以干那个。这个呢，是那个珊珊给我们做的那个蛋糕。哇哦，蛋糕啊！我带了两个咖啡，因为我们可以。哎，咖啡我可以，我这就有工具。是吗？有，我先拿过来吧。拿，那我拿过来。设备。耶，活了又啊！这个我开心了。这个，因为在江门我没有。机会给大家，然后还带了新疆的月饼和奶酪包。哪个是新疆月饼？这是奶皮子月饼，这些都是。哦，奶皮子月饼。对。那我认为中午饭没必要吃了，可以当中午饭了。我昨天问马亚琪，我说今天我会把韩庚请到家里来做客。我说韩庚算不算是中国第一代的？偶像，他说：“那当然，绝对的。多少年前的事情？我2005年啊，20年，快20年了。你都40了！哎呀，别说了，但我长得不像啊。你叫重音逻辑，你都。还记得咱俩拍戏的时候，我说哥，我告诉你秘密。”珊珊怀孕了，在现场啊？是吗？对，他跟我第一个说这个事情，然后他啥玩意儿？我外面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事情。他说，但是水到渠成吧。他说，现在孩子都1岁半了，我不隐瞒，一眨眼就很快。我不隐瞒，不隐瞒，那我又不走，我又不走这关，有什么可隐瞒的？开心坏了。对，韩庚不知道我们几个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我去拍《狂飙》的地方有个场子，有一大片龟背竹，我们几个进去给它刨回来了。加油！啊啊啊！哇，这么深啊！这个。有。一会儿，咱们的龟背竹应该会到。哎，你好，是植物对吧？对对对，刚到。1、2、3，好潮啊！好潮，好湿的。小白，过来，马上就下来了。我的想法就是，它既然是依附在墙上的，那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。待会儿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找一棵树，最好有这么粗以上的树，让它爬，对，支着它。最好呢，得有个4、5米高，要种在地上。你把小白弄走。小白，快去，快去，慢点啊，别抢！小白，哎呦，快点啊！哎呦我天！来，放左边这边来。哎呦！这个是龟背竹那个吧？对，龟背，这个大龟背。早知道干活我就不穿这身了。所以呢，一会儿咱们在这个院子里，全部分开来走，大家找一找，有没有我说的这么标准的？这样的树，那有多少？你是赶上了，赶上干活。你是赶上了。韩庚他的眼神是这样，一边听的时候，
满脑子问号，说不是烧烤吗？我是赶上什么了？我家里的鸡，我现在还有这个事儿。自行车我已经卸下来一个圈了，还是走不了了。悠悠就靠你了。把手机带上，然后那个对讲机啊，